大家好，我是美乐，我是阿丹，我们现在在马丘比丘的录音区。然后我们今天刚好是万圣节，所以我们就跟朋友想了一个有主题的录音。那我们这一次呢，就扮演这个鱿鱼游戏了。这一次呢，我们都没有先跟大家说好谁穿什么。如果有衣服是穿一样的，那一组的人就输了，输了就要请大家吃晚餐。这是我们第一个游戏，那我们就开始搭帐篷吧。Go。那我今天扮演的是这个218号，是主角的朋友，最后死掉的那个。然后我今天扮演是很明显的吧，可是太冷了，所以赶快先把外套穿起来。真的很冷裤子也赶快穿起来吧。等一下搭帐篷就不会冷了。你记得123木头人的韩文怎么说吗？你姑妈是吗？我姑妈哥吉皮亚斯米达。是吗？我姑妈哥吉皮亚斯米达。我姑妈个鸡皮啊米哒，对，等一下这也刚好也可以宿尾，我们可以在这边玩。好了，我赶快搭这个。我们先搭帐篷，那等一下再来介绍这个营区。那我们这一次的选择是这个 D2 跟 D3 这边呢，三帐包区，上面呢是两帐包区。我觉得这边还蛮不错的，一个自己的小区域、小空间的感觉。刚刚路上买的玉米好吃。好了，还算挺，还算挺，还行，还行。好了，可以开始逛内帐了。等一下，我把这个套起来就是了。你这太没诚意了吧？想获得最没诚意奖吗？哎呦，好看。好哎，太好了，输家。为什么只有我跟齐汉啊？啊，我以为我跟祖龙啊。哎呦，没有啊，不一定，还有那个露米他朋友穿一样的，你知道吗？等一下这边其实还蛮不错的，那个停车的地方就在旁边。对啊，因为他原本画地图他是画在那边，但是他停在你的帐前面，这位置还不错。我们是工具人我们后车厢满满的都是。没有吧，工具人是 Judy 吧。刚刚差两拿起，你们都是老板哇！你们好满哦，就跟你讲，还有羽毛球拍，工具人啊，哎赞哎，可以变一个东西，好漂亮！我换了一个电话，我你要参加游戏吗？啊，这边吗？对，交换名字。喂，电话号码是13145205520。哎呦，但是。笑死！我们两个人一样颜色，大家都想要，一样数字，大家都想要当帅哥。你的颜色比较漂亮我是那个啊，他是深色啊。对啊，深色是剧里面的颜色啊。我嘞，他为什么我颜色这么蓝？我颜色这么亮？就是有些角度不太。他有这个吗？你看，你的颜色比较好看。我觉得我现在讲话都有一种怪怪的声音。你讲话直接就有那个音调好酷哦。你本来没有。Hi Judy。我要带。Judy， 你很适合在这里我很适合吗？你是在撒农药的吗？没有，我以为是来砍柴的。对，你为什么要叫人这样？你太过分了，护航一下好吗？好像蛮贴切的。上次吃饭，王倩还说叫 Judy 买那圆形的，叫他都不要讲话，然后听公说。你先搬椅子啦。要搬椅子。不是应该你要去坐的吗？是你们两个要去做那个面具拿没有，我们两个是去睡觉的。等一下，没有上级，你们两个人的面具品质差好多。没有上级允许，不能什么？你的搞成外星人了？你是买错版的？你买错版本了吧？他买的是电影的哇，很硬哎，我好累哦。这是绝地武士吧？我觉得我笑得好累啊，这支影片好吵哦。下一点，笑死！好好笑哦。我今天早上这样穿出门，真的觉得好丢脸。对吗？你那个还好吧？没有，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干嘛。你看起来就像那个。我觉得你真的好好笑，好像 ET 哦。而且脸是圆的，你的眼睛是圆的，好可爱。他的脸看得出来是那个豹子的脸。对对。而且他还有声音效果。对。老铁，你先跳上去。这是干嘛？好，搭完帐篷，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这个营区。好，
让木头人来介绍一下。这个营区分成 A、B、C、D 几区，然后它就是山坡式的。嗯，那我们刚刚开下来的时候，就是先经过几区的营区。那我们是在最下面、最靠近西边的这个营区是第一区。那我们这是第二跟第三包区。在我们这区，它就有两个洗手台，因为我们这区是山障的，它的插电呢是在旁边这个电箱里面，一个电箱里面有四个孔。哦，不错，蛮多的。嗯，然后垃圾桶也是在洗手台旁边而已，很方便。看来可以分类。对。然后还有厨余的地方，而且不错的是，它这边都还有一个电灯。哦，对耶。嗯，晚上就不至于到太暗。对。然后车子也是停在旁边而已。嗯。对，我蛮喜欢车子停在这边的，很近。我们这一区有三间厕所，两间是有卫浴的，一间是只有厕所。嗯，看起来是D区共用这三个厕所，然后我们住这边呢，就是离厕所比较近一点。它厕所这两间是马桶跟冲澡的在一起。哦，看一下看一下，蛮干净的哈。也是要自己提供，自己带那个。要自己带沐浴乳，然后这边有那个制衣的架子。旁边有男生上厕所的小便池。嗯，哦，这就是马桶啊。真的吗？不是，都是坐的。嗯，而且它里面还蛮干净的。嗯，是有重新整理过的马桶。对，都是坐的。它外面还有镜子，不用自己带镜子。对呀、啊。有一些营区没有。那吹头发的话呢，就回去自己的位置 啊。没有，你看它这边也都有那个啊。哦，对，可是要带自己的吹风机。我蛮喜欢我们这个营位的。它就像一区，我们可以放三帐，然后它这还有旁边还有种个树，就真的很像自己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面，很不错。我们现在上去走这个小山坡上去看还有丁香，走这一个小阶梯，帐篷旁边的小阶梯，这里就是冰箱的地方，它有冷冻跟冷藏的两个冰箱。哎、欸，现在它冷藏也是很够放的。哎、欸。好，第一个游戏是羽毛球。羽毛球。第一个游戏羽毛球。就是让你先发球。让你先发球啊！让你先发球，哎、欸！噔噔噔，出界2-0。哎，我突然觉得你真可怕、欸。那让这衣服有一个感觉。我准备好了。被排挤的人没有球打。没有人要跟我同时。完蛋了！哇，好难哦！当要准备上场打羽毛球时，当没人要跟你打羽毛球时，当别人要准备跟你打羽毛球时，当那个人又不想跟你打羽毛球时，等他吧。好，10-5，10-5，你加油一点啊！我觉得他会在10-9的时候突然说：“这球输了。”哇！哇，10-9，真的10-9了！糟糕，糟糕，糟糕！木头人有危险了。我有枪，他有枪，你等死啊你！我有枪，为什么是我？我追了9分哎！这就是你的人生啊！不断啊，11-9！我根本挥到，有，变变变变变！三死了不明不白的吧？这世界是不公平的。对不起，我埋在这个世界里。悬空啊，怎么抓啊？不是啊，你们这根本就动了。我不拿刀，只要知道。太快了！我拿了。加油！13，木头。天山木头，太好了！怎么会在那砸别人？是了！啊！我要被飞踢了！我看看，检查一下，先检查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动。有动吗？你看，他想当宪兵哎！有动吗？哇，好厉害哦！都没动哎！天山木头。他好快哦，这是好难哦，这老顽童哎，你们搞开笑不完，这个人在笑就够。你怎么不是001啊？他怎么不是零？你怎么不是001？什么？你要趴着跳啊？哎，你好厉害哦！他怎么当会？
盘好慢哦。对，你怎么用冲的？哎，露蜜他们来了，看他们穿什么衣服。哎，你们的面具呢？然后有人跟我重复，就会被杀掉。这个人没有打扮，是很有把握，绝对没有人可以赢我。公布答案是，他说他只要两分钟就可以变装完成，然后没有人可能跟我们跟他一样，他觉得他赢定了。我穿了碰糖，我怎么搭帐篷？你真的是碰糖啊！等我一下，我这个人啊。是碰的，他拿的是衣服，也是那个碰的。而且我才花20块哎，就有时候花了多少钱呢？我下一场游戏是牌。大师下厨了。对对对。今天晚上吃什么，大厨？今天晚上吃肉跟菜，跟肉跟菜。有鱿鱼吗？还有来下去哦。那我们今天晚餐呢，就是这里负责烧烤区，这里负责。泡面区。我们里面只有 Judy 最认真，到现在还是完整的一套。外套。你有穿外套啦？因为我们的没有很圆呢，因为要先可能要先把它卷一下。等一下晚上睡觉小心一点哦，会被互杀。你知道那天为什么叫大家不要再杀了吗？因为他是老板啊。对，他叫大家不要再杀的时候，就是暗示那个，暗示那些，就是暗示我们啦。不是，对，暗示管理员要出来了。对，不要再打了，出来制止。奇怪，我们是干部。这两个人很有事。这个才会讲话。一个三木头人的那时候，你们要拍吗？哎，抓抓好！等一下，再前进一点，再前进一点，再前进一点。对，这个二一八，我洗完澡了，温暖。刚洗澡那间感觉怎么样？好，那因为我刚刚是一个人洗，所以那个水很强，而且很热。可是刚刚露米洗的时候，他说因为有两个人在洗，所以小水就会小一点点。我也是，我刚才两个人在洗，所以。有时候热水的时候会变得太一下太冷，一下太热，哦，很难调到一个舒服刚刚好的温度，对不对？我刚被烫伤了，我有发现那水没有办法太好控制，所以我就只洗澡了。我只洗澡，我没洗头啊，我怕头被烫到。要去睡觉了。这里晚上还是有一点冷。对啊，现在已经开始变冷了。就用了一杯温水在这里。好，晚安了。晚安了。走啊！走啊！昨天晚上到底是有多冷啊？很冷，跟寒流来一样。奇安，我看你睡得很舒适啊，还有床。我原本是这样子，这样睡。那你觉得啊，不行，我拉口罩。嗯，不然完全睡不着。还有棉被耶。哎，没事。早安。早安。你昨天晚上会冷吗？会啊。哇，在阳光下下厨的男人。帮我后置好吧，你后面有一道光，在收拾了吗？我们这边太阳从这边出来，所以那一面呢就很容易干，这一面就比较不容易干。哎，但现在也干得差不多了啦。你先把车翻进去，可以吗？当然，等下去西边玩。在那边挑战力，看谁可以把那个打碰到他，这样才有挑战力。那你们怎么下去？加油加油加油！哎呀！哇哇！左面！哇哇！目前最黄的期待。好啦，收拾完啦，只剩下我们的桌椅了，最后收的都是桌椅。好，那你觉得这个营区怎么样？不错。然后我们在这一小区，我觉得很不错，不会被打扰，因为一整个包区的感觉。对。不过我觉得晚上啊，尽量音量要放小声一点。那晚上10点多睡觉的时候，还有人在讲话。然后洗手台子也是很干净，挺舒服的一个地方。好，可以打鼠标，还可以去西边玩喽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。那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拜拜。拜拜。